我是不健康，那我是不健康，不健康的时候我才会早起，我才会早睡早起，这是我的不健康。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健康，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健康。唉，是不是要听一下音乐？这样也许会在打的过程中，哎，比较没有那么痛苦，而且要听无版权的。操，有人跳了。FG 没问题吧？妈的，FG 有问题啊！没有一直打，怎么能进？对不对？还不进是一个问题啊，不是实力的问题啊，是没有一直打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你知道打这个要花时间，要花精力，要花你的精神，更何况你玩得好啊，你还会被臭嘴。所以我不喜欢玩台服，有很多原因呢、啊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为什么要一直跳 gate 啊？每把都有辅助 IC。妈的，就是在玩一些那种什么白痴套路。我觉得啊，我真心觉得玩自己的套路可以，但是不要一直在玩一些那种白痴套路，什么啊韩服最强啊，韩服跟台服就不一样的东西，你懂吗？台服的爬分，台服的营运机制就跟韩服不一样。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抄韩服，或者是抄什么峡谷之间？啊，台服就是台服啊。你有看过我熊王打法哦，台服的打法，我台服打法不一样哦。台服打法跟韩服打法，还有陆服打法，峡谷之间打法也一样吗？你看我直播没有，完全都不一样的打法，营运方式也不同。我在台服我不会带 TP， 我在峡谷之间我都带点燃，我都带点燃鬼步，你就知道打法有多不一样了。因为一个敢打架，韩服不敢打架，韩服就打运营的，那就要想一下要怎么打。啊，峡谷之间的话就是哦，一直扁一直扁，拉扯拉扯，扁扁扁就完事了。但是你要会拉扯，你如果不会拉扯的话，你会被人家扁爆，你懂吗？就像韩国人如果去陆服峡谷这边扁的话，干他不会玩，干他直接被烤成白痴。因为陆服的人是疯子啊，一级就直接入侵野区，你家野区了，强迫你打架，你不打架就扁你啊，你不打架是单方面被人家挨打的。点燃下去，你传送回来，传送回来，他点燃用 CD 好了，再点燃你一次，你头就破掉了，变变的。回去出一个剑吧，打卡密的话，回去出一个剑会很好，会有全能吸血，比较好受。台服很喜欢抄，但抄不出东西，对啊，确实啊，没事啊，懂的人都懂、啊。拉扯不死之后护 A， 然后 W 差不多快 CD 好了。OK， 他把被动 A 掉，可以啊。他不是带点燃的吧？哦，他是、欸，他是带点燃，可他没有，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闪现，那还行。而且他是没有闪现的，他秒不掉我们呢。对啊，秒不掉我们呢，干嘛呢你？发疯了！超硬要欸，而且大爷还在旁边吐了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，兄弟！嗯，他的闪现是怎样？
我到底看了啥小？不是他以为他在那个草丛是不是？啊？他那个是怎样？不小，这跳跳姐瞬间输出好像不怎么高，对啊，没事啊，他刚才就是下午点燃我才会死的，他瞬伤不高。他刚才我会死也是因为点燃的，笑死人了！那两个人还想一打二，哎，两个人还想弄我，哎，笑死人，弄不死我。那人马跟那卡米尔两个人双双被我打到半血，我回家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被阿丹炸一次我不慌吗？我不紧张吗？因为他根本打不赢我。人家说：“哎，修安，你被手杀了没有？他根本打不赢我。”安娜，熊大，好久没看你播英雄。对啊，安娜，沙丹老爹，我很久没播英雄联盟了，该播一下了。他完全打不赢我，这卡米尔完全打不赢我，看好了。他就追一走，他不一走，他就要等死。打，走位，赶紧给他皮。这边就稍微控他线一下，他打不赢我了。你看吧。要会拉扯，兄弟，要会拉扯。然后我这波兵线还是空的，那你说他这样赢的手杀有什么屁用？零，没有屁用，零又被打回来喽。牛逼，阿轩，这有看到吗？哎，就是还是一样，很久没打英雄联盟，怎么还是一样？这些人一样啊，就是哎呦，手杀拼手杀，呜呜，好爽哦，手杀。然后嘞，然后就没有然后啦，后面还不是被打回来了。家他没追击，以为打野会来帮，啊，打野帮不了他，他的打野要躺地板啊，帮他来是来害他的。现在他的打野绝对不会来帮他，因为来帮他是在害这卡米尔，这卡米尔已经输了，你已经输了，你还要邀打野，你知道吗？我最看不惯的就是很多上路，熊还是数值怪吗？没有啊，熊不是啊，熊他有被。他有被砍过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有被砍过啊，他不是数值怪，但是他确实他现在还是数值怪，但他已经被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被，已经手脚被砍掉了。现在他只剩什么了？现在熊只剩什么了？只剩熊鞭了。哎、欸，对你没有听错，他只剩熊鞭。哎、欸，想 A 想 Q 我，哎呀，哎呦，赶中路上来了是不是？阿里呀、啊！妈的小娘炮！哎呦，阿里妹妹逮到你喽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们两个干嘛？阿里妹妹，好了啦，阿里妹妹，现就现，这不是，现就不是这样子玩的哦，阿里妹妹。没事，眉目传情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他想要干嘛。哎、欸，回头敲一下，要靠离墙远一点。哎，你看这卡米尔太弱了。这卡米尔简直不堪一击，太弱了。这就是白金分段的卡米尔吗？韩服超烂，直接下点燃就走了。那他这样下一波怎么办？零，他没有下一波了。跑车，干嘛？这卡米尔很想要是不是？
完啦，有人马、啊，鬼步一开怎么样？所谓。呜呼，拦截怎么样？恶不恶心？开炸、啊！哎、欸，现在就是塔杀环节咯。呜，薛海，喜欢帮上是不是？喜欢帮上是不是？我有四个人，我有四个人，好不好？我有四个人，我有队友啊。A 扁 ，A 扁，妈的，还在那边。哎、欸，塔米尔，哎、欸，我有人马，好了吧？你有人马那又怎么样？我有特朗德、西格斯，还有潘森。生日快乐，阿安拿阿贤，是一样。生日，阿贤你都没有关心我，你看，哎，抓到我生日，你现在才祝我生日快乐。我看一下现在几点，我们已经过了，我们的生日已经过了九个小时了，我们还剩十几个小时。我操，这是 AIM 吧？上路派对不是啊？对面才是好不好？对面都他妈那个人马一直想要，你知道吗？人马阿里一直想要。这边，妈也去开 party 耶！那阿里抓不到我，你知道吗？那阿里在上路看，他很生气，他抓不到我，然后他在那边看了半天，然后我就直接啊，对面狐狸不见了，生日快乐熊啊！不要扑他好了，不然你扑他好危险哦！哇，你们要这么凶哦？是说好像我开大场，然后我才是最凶的那个，然后我回去上路清兵啊，不然他等一下要爆炸嘞！熊夫人穿黑是一尊零，没有熊夫人零，不是想要一位熊后、哦。哎，阿玄，哎，说来话长，哎，比起熊后啊，比起寻找熊后，我更想要有黑市妹妹就好了，好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样我可以有很多个，哈哈。我不局限于被绑住啊，我不喜欢被绑住，你懂吗？我不喜欢有人开局直接仇恨锁链绑我，我不喜欢仇恨锁链。虽然我们可能有带一点仇恨，但大雄乱讲，阿轩乱讲，不许你胡说。什么大雄？这叫做梦想，你懂吗？阿轩，这叫做梦想，但有梦最美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我实际上内心还是一个很真诚的。老实的熊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想就想，不想就不想，就这样。但我只是梦想，那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啊，选你不能怪我渣。如果可以，我也想。哇，他在干嘛？看这几个人在干嘛？看不懂哎、欸，对面的。是这样，把赵云峡谷当游乐场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啊，哪有那么好逛的、啊？但我跟你讲，他们这些人把召唤峡谷当那个搜狗在逛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是去那个衣服间那边那个最宽的那个椅子啊，在那边坐着，在那边坐着说啊、欸，你们慢慢逛，好不好？有键盘的，靠背，一直都有键盘啊，一直都有键盘啊，有键盘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新增键盘了，这样比较好看啊，就贴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很贴心，我很用心。键盘好了啦，可以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想滑走？干谁准你走的？妈的一个大绝 ！A W 直接咬掉。韩国人是吗？啊，妈的！现在我不在土耳其了，我要怎么讲泡菜锅是我的抉择？我要怎么讲石锅拌饭是我的抉择？妈的死狐狸！那你见识什么是 Chinese 功夫啊？啊，功夫熊猫有没有看过 ？Chinese 狐狸。走位、欸，没走掉，没关系。往前咬一口。啊，对狐狸想入非非。我对狐狸有非分之想啊，但他好像没有看过什么是功夫熊猫。他好像也不想看到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啊，我只是想要给全世界的女熊一个家。啊，他不知道你什么是塔下妖狐，他是狐狸吗？啊，我是熊吗？所以我们这样子交配的话，不算杂交吗？还是算？好像算。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是半人半狐，但我是畜生。是同个系列吗？啊，没有，不同。我是禽兽，我是野海熊，要画一个防护圈的那种。笑死！慢慢的阿仙，慢慢笑。我啥？那就真的是畜生哦。不然嘞，不然讲讲好听一点，就是讲畜生太难听。妈的，动物系本来就是这样啊。什么鳄鱼啊，猴子啊，妈的，谁还跟你半人半兽啊？直接全兽啊 ，all in 啊！妈的，英雄联盟就喜欢做这种半人半兽的。人马啊？为什么人马上半身不是人，下半身是马？哎，说不定以后人马就出一个新造型，上半身是人的哦。哎呦，预知熊王，真的，我感觉人马之后就会出一个什么半人半兽的那种造型。妈的 ，Right 的想法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妈的，只会动脑在想造型的一些设计上，怎么是不是烂的跟屎一样都不修？操你的卡米尔！好了，好恶，慢慢恶心。自信一点，把好像去掉。上半身马，下半身人。好肥哦，他是人马，他只有四条腿了，他要怎么样？上半身是，我想象一下，上半身是人，上半身是马，下半身是人，所以他是有四只脚的人的脚。然后上半身是马，所以是人马，没有，不行，他一定要上半身，半身好奇怪，加15分烂片。